二位下水前的时候，他是不知道这个懒在水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。啊，它的角度，比如说它是90度还是60度，这种角度是不可控的。水下面是有水流的，不像我们在陆地，陆地上你有支撑，那个呢是相当于你是人是在悬空着的状态。300米以下是我们目前潜水啊，在工程应用当中的极限。RV 呢就代替我们潜水员呢到水下，就相当于是我们把我们的人的眼睛延伸到海底，然后把你的手延伸到海底。当时试了2-3次，就在我想做进一步尝试的时候，这时候韩超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暂停，我们必须要重新换一个作业方案。想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，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剩下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